DJI Goggles 支持多款 DJI 飞行器。下面我们为您介绍 DJI Goggles 与飞行器连接的操作方法。DJI Goggles 连接 Mavic Pro， 首先开启遥控器与飞行器，并确保已经正确对频，再开启 DJI Goggles。在 DJI Goggles 界面中，选择工具箱图标，设置对频设置，快速对频，确认，然后按下飞行器的对频按键，最后在 DJI Goggles 上再次点击确认，即可完成快速对频。在配对使用 DJI Goggles 与 Mavic Pro 时，您还可以同时连接移动设备至遥控器上，并运行 DJI Go 4。DJI Goggles 连接 DJI 其他飞行器。以 Spark 为例，将 OTG 线插入遥控器 Micro USB 接口，使用 USB 线连接 OTG 线与 DJI Goggles。开启遥控器与飞行器，并确保已经正确对频，再开启 DJI Goggles， 即可使用 DJI Goggles 操控 Spark。 接下来以 Phantom 4 为例，首先开启遥控器与飞行器，并确保已经正确对频，再开启 DJI Goggles，使用 USB 线即可完成 DJI Goggles 与遥控器的连接。 DJI Goggles 支持通过 HDMI 连接到遥控器上作为监视器使用。机型与功能支持列表请查阅 DJI Goggles 用户手册操控飞行器一栏获取。感谢您的观看。